您可慢点走啊！哎，有机会常来啊！哎哎哎，有机会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哎哎哎，爷爷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啊！哎，里边招呼着啊，招呼着啊！哎呦，客官，你里边请，里边请啊！嗯，哎，客官，您的烟斗，出去，都起来，快，滚出去，快，快点，快点。 哎，客官，你别跑啊！哎，客官，你别跑啊！快点吧！干嘛？说，鸦片在哪？我不知道啊。说不说？
中国武术的精髓就在于外动内静，动中求静，柔中带刚，刚柔并济。所以习武之人必须戒急用忍，心静如水。
少佐，少佐不好了！收藏货物的破屋起火了，游击队来偷袭了！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没有人发现吗？不要废话了，追！海燕科。 快点！有没有发现？少佐，一个人都没有看到。抓个！把游击队给我找出来，就算尸体我也要。去！是，副队长。 发现游击队的行踪，他们都跑到哪里去了？报告，游击队在城内正在破坏烟馆，准备公开烧大烟。所有人，跟我走！ 乡亲们，我们是凤凰山游击队。这个王平章，大伙都认识。有的人可能要问了，为什么要抓这个王平章？我告诉大伙，这个王平章平常看起来是个爱国的商人，其实呢，他道貌岸然，康城所有的鸦片馆，他都是幕后老板。这个王平章勾结日本人，害死了越浩龙越氏族。大伙说。 该不该死？该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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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该
乡亲们，鸦片的危害，相信不用我再说了。多少人因为鸦片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我们如果是有血性、有良知的中国人，以后就不要再抽大烟了。今天，我要把这些害人的东西，通通烧掉。